近日特區政府公布的一啲經濟數據咧，都已經清楚顯示咗香港嘅經濟進入咗一個好嚴峻嘅局面。預測咧，目前仍然係低企嘅3.1%嘅失業率，會隨住香港好多嘅行業受到嘅影響咧，而係上升嘅。喺呢個嘅大前提之下咧，特區政府會好努力。密切咁監察嘅情況，去推出一啲舒緩措施，嚟到達至我哋可以撐企業、保就業同埋紓解民困。咁所以我喺呢度可以公布咧，我哋好短期內咧就會推出第四輪嘅紓困嘅措施。即使我哋預計今年或者未來一兩年咧，香港嘅公共財政都會有虧損，出現赤字，但呢個正正係我哋用好。過去咁多年積聚嘅財富，我哋嘅盈餘嚟到係為市民解困。更多精彩，盡在中國新聞網客户端。